球场上，场面超震撼，10米们整晚就等这一刻。这一棒出手打左外野方向的非常非常深远。这一场有着不能输的压力，三局上苏志杰轰出反方向阳春炮，接着四局上苏志杰陈杰宪各敲出一分打点安打，一路就这样压着悍将打，4-1领先进入九局上，靠着对手乱流再添3分。 接球来看一下软弱的滚地球，没想到九局上跟迎来高潮，前悍将球员林奕泉在满垒上场代打，全场轰动。富邦悍将这时又换上左投，但丙总来个神调度，再换上胡金龙登场，一个棒次两次代打，球迷直呼过瘾，狮队中场以7-3夺得上半季冠军。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担忧我们会很糟糕，因为一开始我们。 一直攻击比较弱，比较没有办法得分。最重要的还是我有4个好的洋投，3个本土好的投手。当他们在吹那个喇叭的时候，其实自己都会起鸡皮疙瘩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撼，然后也觉得很感动，然后我们也是希望。 因为球迷的那个加油，我们会拿下这场胜利。新庄球场涌入10,156人观战，其中外野4,000张门票完售，写下本季中职非假日最多人进场的比赛，就为了跟着统一狮迎接封王时刻。台北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